Hallo.啊，我爸爸怎么读册？我的老爸啊，我老爸哪能有读册？这是素食，红豆白饭，这是菜尾，酸酸的菜尾，这个无酱的菜尾了，这是有些简单煮。今天回到家乡，来看一下我妈妈种的冬瓜在哪里哦。大冬瓜有很多很多冬瓜，这个是木瓜，木瓜这样可爱的，然后辣椒。哇，这样大粒的，本来有十多粒啊，哇，毛毛的哦，自己养的吧？它能承受哦，想承受这重量。它是来到水湿的，你查本植物啊。这个是冬瓜的，它怎其实它怎样攀？我给它爬上去了，它爬上去的时候是这样小小的。哦，你绕着它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这样子绕着它爬的。现在要去吃午餐，才吃早餐就吃午餐。老板娘，啊，傍晚。嘟哔嘟哔嘟。我还没有剪昨天的 vlog， 但是算了啦，先在这边看李子嘉打球，看我的小狗睡觉。After a few years, right? 我们刚打完羽毛球，这边两个钟才30块，比 KL 便宜的多啦。这人家在喝 KL 的喝法，然后结果这个服务员不大懂，这边的所有人呢都是喝杯的。一开始给我们是没有那个碗，他肯定是看我们可怜。